哎，你不是说好5分钟就下来吗？我在这等你多长时间了？你拎这么多东西啊，女汉子，你叫我来干嘛？我不是说过不要再叫我女汉子了吗？难听死了！这怎么会难听呢？我这是称赞你。见过哪个女生有你这么凶啊？哎呦，你还来真的呀！ 我警告你，你以后叫我一次女汉子，我就给你一拳；叫我一次，就给你一拳，看你还敢不敢乱叫我！我不跟你废话了，啊，把这个拿去。哎，你别乱翻。给我泳镜干嘛？是不是你们队的女神暗恋我，让你给我？你可少臭美了！这是我们队的小绿暗恋唐一白很久了，要我托你把这个给她。行，那你告诉小绿。 我会把他给唐一白的，顺便呀、你告诉他，叫他去医院看个眼科。喜欢唐一白不喜欢我，肯定眼睛有问题。哎，你等一下，这个你拿去吧。什么东西啊？晚饭，你多吃一点，补充下体力。不过你别误会啊，这个是袁教练特地叫我去买的，不然我才懒得理。 谁误会啊？你想太多了。帮我谢袁总教练，走了。明天见啊！拜拜拜拜。笑什么笑啊？回自己屋笑去。 讨厌，在我屋笑什么？这什么？礼物，拿着吧，你粉丝送给你的。粉丝？100个居然也有粉丝？对啊，向阳和我说了，这个呀是女队队员送给你的。哎，帮我还给他，你就跟他说，我唐一白从来不收别人的礼物。 为什么呀？哎，不是我说100，你这也太狠了吧！别人送给你的礼物你不收，你这样可是伤害一个少女心，少女心！你恶不恶心啊？恶心你就吐啊！哎，我怎么记得就在前2天好像有一个带妹的人送给你一个茶叶蛋，那为什么你要收啊？峰哥，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有句话说得好，100从来不收礼。 手里只收茶叶蛋。哦，我懂了。我说呢，以前100不爱说话，也不爱笑，这最近吧，不仅话变多了，连笑容也变多了。这蛋妹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你变得这么精神分裂呀？少叫人蛋妹，人有名字的，她叫云朵。 云朵，云朵哦，我知道了，云朵是不是这个？哎，你好，我叫云朵。我怎么突然觉得云朵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嘛？我还挺喜欢云朵这个姑娘的。我也觉得你喜欢她。你不是戴耳机吗？怎么能听懂我说话？我看她跟我装。 唐一白啊，就你这种小心思，我就知道。跟你说，装听歌呢。我护身符啊！你能不能除了保护我的安全之外，你给我带来点好运呢？我要好运！ 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殷小姐吗？啊，我是，您是哪位？啊，是这样，我捡到了一个钱包，我看里面有你的名片，不知道你是不是掉了一个钱包啊？对，钱包是我的。那个，您把钱可以都拿走，但是卡和证件你都留给我好不好呀？我求求你了，我很重要的这些。放心吧，没事的，我只是确认一下，不会拿你钱的。明天 我就送到你公司，真的？哎，谢谢啊，你真是个大好人，谢谢你，谢谢你。物归原主嘛，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了，那就这样，拜拜。好的，谢谢。真好。啊，护身符，你真的听懂我说话了？太神奇了！ 醒醒啊！你别在这儿睡啊，先生。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你还好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啊？你都流血了，要不要我把你送医院？ 你没事吧？不是你这么着冰敷不行。来，我帮你。来，慢点啊，放这儿。放好了，来，拿着，搭把手，摁这儿。这儿。对，摁好了啊。你得这么着贴，这样贴呢可以增加肌肉的收缩性，然后减少疲劳，也可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这招你跟你爸学的啊？我爸呢是以前国家队的保健师，对关节保健很在行，所以我也偷偷学了点。来，出去试试，慢点啊。 怎么样？哎，不错呀，真不愧是我们队里的保健小能手。这贴法我收藏了。哎，对了，在你归队之前啊，每天最早来训练的就是我。但现在呢，我一来你都开始训练了。不过这样也好，有你陪练呢，我就不会觉得没意思了。哦，对了，上次联合热身赛真挺可惜的，差一点就进50秒了。 比我最快成绩快了0.12秒，所以我想这次梦想杯100米自由泳项目，教练应该还是会让你上，希望吧。你这叫什么回答？你是在考虑我的感受吗？我告诉你啊，在教练员正式宣布参赛名单之前啊，我是绝对不会把100米自由泳项目让给你的。你和我公平竞争，谁强谁上，谁都不许有怨言。行，公平竞争，谁强谁上。 谁都不许有怨言，来，好点吗？没问题，再来一趟，走，走。小姐您好，你好，我这儿捡到一个钱包，应该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丢的。哦，啊，我这儿有他的照片。这个人我知道，这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哦，真的？嗯，那太好了。那你留下联系方式吧。好。哎，云朵，钱包就是他的，你自己给他吧。哎。 是你啊！你不是那天帮我付空车费的人吗？对啊。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捡到了一个钱包，所以特意送还给你。不会这么巧吧？这个钱包就是我的。真的？嗯，我就是那天给你通电话的云朵。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声音听着好像在哪儿听过。不会那么巧吧？世界真小。谢谢谢谢。哎呀，是啊，连着2天我都碰见你，你都连着帮了我2次了。 这样吧，一会儿我请你吃饭，就当小小的报个恩啊。吃饭的事情改天再说吧，我还挺忙的，先走了。哎，等一下，你都帮了我2次了，我不表达一下谢意，我心里边过意不去的。我这人做事是有原则的。我知道，宁可天下人欠你，你也不愿意欠天下人1毛钱，对吧？哎，对对对。这情啊，你先欠着，以后啊会让你还。 刚从刘总的办公室谈话出来，明白吧？这很正常啊。这个还正常啊？哎呀，云朵，孙老师跟你说啊，这话不是我说的啊，我只是个传话者啊。在你们实习中有一个传说，只要去刘总办公室，被约谈话超过5分钟的，2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连续3天嚎啕大哭；第2种结果一直郁郁寡欢，估计这辈子都不能愉快的和人玩耍。所以呢，刘总在你们实习生当中享有一个外号。什么绰号？这不是孙老师说的啊，孙老师只是个传话者。摄魂怪，参考 Harry Potter。云朵呀，如果你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每一届实习生里总还是有那么1、2个人能够笑着从刘总的办公室里看见没有？那个女孩，她就是其中一个呀。孙老师希望你变成第2个，加油！云朵，你又做什么事儿了？刘总他指名找你呢，找我。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some of the. Do you know how to spell honesty? That is honesty. 别睡了，都听到你打呼噜了。好，起来上课。Okay, now we have learned all the pictures. 起来了。And I hope all of you can remember the words we have learned today. Eggs, right? 你以为我想睡啊？一大早起来就训练，困死我了都！你到底是来上课的还是来睡觉的呀？ They're made from some fake food materials, which is very bad for our health. Look at the second picture. I eat things. What else?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eat in the street food? 老师，不好意思，不知道吧 ？OK, take time. 云朵。是啊，刘总。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晴空网体育实习记者。不错，还知道自己什么身份。你只是我们晴空网一个小板块里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连个正式头衔都没有，你凭什么去质疑其他记者提出的问题？刘总，这个我能解释。自己看。那再仔细的人还有吃错药的时候。你什么意思？你说谁吃错药了？我就是打个比方。知道今天一早我接了多少电话了？我就纳闷了，你作为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哪来的胆量敢跟同行这样叫板？不是，我没有想要跟他叫板，但是他没凭没据就指控一名运动员，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一不小心我就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你凭什么认定人家是胡乱指控唐一白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没有为了赢得比赛而做出不该做的事？没有证据，那你就想办法找出证据。我看通过这件事啊。 唐一白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去调查一下他当年被禁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愿意？刘总，身为记者，报道新闻是应该的，是分内的工作，但是要我通过朋友的关系去挖掘丑闻，还要在他们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这有违我的原则，我做不到。 你是哪只耳朵听到我要你去编造丑闻的？我是让你客观的找出事实的真相。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你的报道正好可以还他清白；如果确有此事，那他作为运动员就应该接受社会舆论的检验。另外，我对你这份工作自以为是的原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唯一想要提醒你的。下次再跟我说话之前，把两件事给我记在脑子里：一，你的实习成绩掌握在我的手里，能否成为一个正式的记者，我说了算；二，你现在只是一个实习记者，你的工作是学着如何成为一个专业记者，而不是教我怎么当记者。我告诉你，云朵，下次你要是再跟我这么说话，我保证你绝对找不到。刘总，刚才您交代我的事情有几项还不太清楚，想请您再指教一下。我看看啊，就是这儿，这个第1项和第3项。你这弄得不对，整个的栏目运营和团队介绍怎么能弄到一栏呢？对，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营项目是不对的，你再改一下。哦，啊、好，那谢谢刘总。啊，下去吧。 不用怪孙老师，刘总吩咐的，努力。哎呦，这是什么嘛？你是把我放到第1名了，这是倒数的呀。云朵，你下次别再跟刘总较真了啊！你要知道，我们能从实习记者转为正式记者，可就全指望他了。你看看你，这业绩榜又垫底了，这样怎么跟我一起实习转正啊？ 我刚刚也是实话实说嘛，你让我为了点击率我去利用朋友，我不喜欢。你看你又不是不聪明，就偏偏不懂得变通。其实刘总这个人，如果要应付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只需要几个方法。什么方法？想知道啊？行，我教你。走走走。 帅峰，这个给你，今天上课的笔记。我连训练的时间都没有，我哪有时间看笔记啊？拿回去吧。你看不看我不管，但是期末考试要是没及格的话，你可不能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你要是因为这个被禁赛了，那你这个队长当的实在是太丢人了。拜托，我是怕自己太完美了，这样老天都会嫉妒。 不然学霸称号怎么可能轮到唐一白呀？不就是期末考吗？哎，没事，我随便考就好了。走了，那你好好看吧。秦学长，我好喜欢你，你每场比赛我都有看。真的？当然是真的，你的比赛我从没错过任何一场。好巧吧？我自己的比赛我也每场都没错过。秦学长，你好幽默，我能和你合个影吗？可以啊，没问题。来，帮我拿着。 谢谢齐学长，比赛加油啊！再见。嗯，拜拜。哎，洋洋呢？云朵啊，哎，我有事情交代你啊。是。哎呦呵，哼，今天下午3点，梦想杯的主办单位啊要开一个记者交流会，本来是孙老师去的。 但是孙老师有一个紧急重要的任务，人家现在临时改时间了，所以我就去不了了。所以我决定派你去，好不好？梦想杯。那是国内大学游泳比赛中最受瞩目的赛事哎，好多历届选手都是从梦想杯选拔出来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您让我一个实习记者去，您不担心啊？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实习记者，你就永远只是一个实习记者，你晓得吧？机会不只是别人给你的，还要自己去争的。宋老师，刚才刘总让我转告你，下午3点那场梦想杯记者交流会，您不用过去了。 为什么？刘总说您经验丰富，这种交流会您去没意思，说要把这个采访任务交给我，让我多积累一点经验。你下次跟我说实话，到底是刘总交代的，还是你想着打着刘总的旗号在我这讨差事？您别误会啊，我一早去求的刘总，他好不容易才答应的。我就知道。行，那么想去你就去吧。哎，好嘞。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争机会的啊！你别说是小陈了，这帮来的实习记者哪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搏版面、争机会？我告诉你，为了抢一个机会，他们每个人都能变成一头狼。就你，你就愿意当一头绵羊，然后被人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行了，孙老师教你一个大招。 梦想杯这个记者会是体育线的一件大事儿，知道吧？知道。哎，那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体育记者到时候都会去现场。你知道这代表的什么吗？这就代表如果我没去，就错失了一个好机会。开动脑筋好不好啊？恰恰相反，这证明你赶上了一个大好机会。你想啊，那么多记者去了现场。 那就意味着，以前追着祁瑞峰采访的那些记者也去现场了，你明白吧？哦，您的意思是说，趁祁瑞峰没有人盯的时候，我去找他做个独家专访？哎，那话不是我说的啊，孺子可教，继续努力。 是孙老师，平时这儿都蹲满了记者，今天居然一个都没有，果然是采访祁瑞峰的好机会啊！加油，云朵！哎，不好意思，今天游泳馆不对外开放。啊，我是晴空网的记者，我是来采访的。记者也不行，我们上级有规定，所有进行采访的记者一律按照 正常的流程去申请，那请问去哪儿申请啊？去学校总务处。总务处在哪里？从这儿走，直走右转，直走再右转就到了。啊，谢谢。啊，没事儿。大哥，你就让我进去吧。哎，我不是说了吗？所有进行采访的记者一定要按照正规的流程去申请。 我是按照正规流程去申请的呀，可是你让我去总务处，总务处让我去教务处，教务处让我去宣传部，宣传部又让我去找体育管理中心，我去了体育管理中心，他又让我来找您啊，大哥，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不行，别，我跑得好累的，你跑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啊。那您说吧，怎么着我可以进去？真不好意思，你还是得去总务处，你去那儿问一问吧。 你这样我一辈子我都采访不到祁瑞峰嘛！孙老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云朵终究还是一个小绵羊啊！再怎么努力，我也变不成大灰狼。是吧？我费了这么半天功夫，这好不容易老天眷顾我，蛮没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不会是放假了吧？ 你怎么在这儿？云朵，你怎么了？云朵，画面，小心！哥们儿，帮忙把球传过来。 你不是游泳队的吗？怎么篮球也行啊？我是游泳选手中篮球打得最好的。你果然也不谦虚。你刚刚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转头就跑了？看到我这么可怕？不是害怕，是你忽然从水里冒出来，吓死我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就往外跑。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我没有要故意吓你。 我在做闭气训练，我在水下根本都不知道你来了，所以你刚刚是因为害羞才跑掉了。你原来不是看过我比赛吗？那个时候不也只是穿泳裤吗？哎呀，那不一样嘛！刚刚又不是在比赛，你忽然穿这么少出现在我眼前，我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眼睛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哎，你别笑啦！说真的，你别笑。 别笑！所以你跑了这么多趟流程，都是为了给齐日峰做专访？对呀。啊，说真的，你们学校对你们的保护太周全了，想要做个采访门槛都这么高。这都是袁总教练的意思。自从齐日峰拿下上一届金牌之后，记者天天追着我们跑，别说训练了。 就连上课都会受到影响。你们体育生还要上文化课？你这是赤裸裸的歧视体育生。不是，我是想着你们每天训练各种各样的，好辛苦的呀，哪有时间上课？那要上课岂不是在课堂上都睡倒一片？齐日峰是这样，我可不是。这么说起来，你成绩很好哦。还行吧。4年前我被禁赛以后退出了泳队。 所以上课时间还挺充裕的。这4年，我每门功课都是班上前3名，还拿了奖学金。所以说我不光是游泳运动员中最会打篮球的，我还是游泳运动员中成绩最好的。如果你要是夸我一句学霸，我还是会虚心接受的。我发现你真的跟别的运动员都不一样。你跟别的记者也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啊，因为我是实习记者。对了。 你刚说要帮齐日峰弄专访，我来帮你。等会儿看我眼色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让齐瑞峰接受任何采访。袁总教练，你会反对是因为担心祁瑞峰说话不经过大脑，不分轻重，什么都往外说。重要的是，这家伙不开口还行，一开口就破功。 甚至闹出来的笑话都上热搜了。What is your top priority after graduation? What is your top priority after graduation? 他是在问你大学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I know. You say this. Bye bye school with me. Bye bye school. I hope突然忘了那个游泳职业选手怎么说呀？不会说英语就不要说，闹出国际笑话来。别看了，这么丢脸的事情，我不会让祁瑞峰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了。也是啊。 为了全中国人的颜面，祁瑞峰还是不要接受采访了。教练，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但毕竟祁瑞峰是南洋体育大学游泳队队长嘛，那面对媒体那也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所以我，云朵说的对，与其一味反对，不如找一位像云朵这样信得过的媒体朋友，从现在开始。 就让祁瑞峰学会如何在媒体前面得心应对。这样吧，袁总教练，就让云朵给祁瑞峰做个专访。作为回报呢，云朵会定期给祁瑞峰补习英语。毕竟以祁瑞峰的实力，进军世界泳坛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你总不会希望 Bye Bye School 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吧？对，我虽然只是一名实习记者，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得用事实说话，凡事都得讲证据。你想说唐一白使用了禁药，你有证据吗？看在你上次当着所有人的面帮一白说话的份上，我相信你应该不是那种夸大事实、胡编乱造的人。不是，只要你愿意帮祁瑞峰多多补些英文，这事儿。 就这么定了。谢谢袁总教练。什么？云朵，你要做我的英语小老师啊？怎么不行啊？行啊，当然可以。只是啊，不要让这个女汉子当我英语老师啊，谁都可以。不过云朵。 你看起来也不像英语很好的样子，你行吗你？我为了得到你的独家专访，我不行也得行啊。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英文水平到底是什么程度，我好针对你的弱项去给你加强啊。哎，我看看你的卷子，拿过来。你，朵姐，峰哥最厉害的就是英语听说读写四大项全是弱项，没项强项啊。 祁瑞峰，你别说语法了，你一个单词都没有拼对哎！哎，祁瑞峰，你别这死样，我们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坐下。什么叫为了我好？你以为我不明白啊，唐一白？你分明就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实别语我不知道。Leave me alone. I don't want to say any words. 他说什么呀？说什么？明天，你说。I don't know。林烨，你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态度？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你是想造反吗？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峰哥，你别激动。刚刚玉白哥说的 “Leave me alone”。 I don't want to say any word。中文意思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峰哥，你这是继 Bye Bye School 之后创下的又一新经典了。今天呢，齐瑞峰他们可没有时间来捣乱了，我们女子队可以安心的训练了。大家抓紧一切时间，现在开始吧。好。等下我会过来检查哦，都不许偷懒。你去偷懒。 哥要进军好莱坞了，找了专属英语小老师上课。Waiting of you， 这么简单的单词都能拼错。Have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不是，不是吗？是 improvement，千万不要这样哦，嘴巴放松放松放松，对，你这样，你边写边读啊。 边写边读啊，好。You still have a lot of room。唐一白，你怎么来了？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